那我这也炒的就炒个鸡蛋啥的。嫂子，我还有个事儿啊。你怎么那么多事？我不是那么多事儿，你这下边啥叫唤呢？小鸡儿啊，我刚才上来我看那不少小鸡儿都是你家的，那不是野生的吗？不是野鸡儿啊？哪有野鸡啊？你自己家喂的啊？嫂子，我想吃小鸡儿。我能够整个小鸡儿吃，我好几天没吃肉了。这估计不行。啊？我公公婆婆养的。公公婆婆养的？你就说丢一个呗，飞了。他们每天都有数的。每天都有数的。喂鸡的时候都有数。啊。就有数的。家门吃啥玩意儿？家咱吃还，今你这么的吧，兄弟们，你们说咱要是拿个小鸡儿吧。扣个一，不拿的话扣个二，我听你们的，我听你们的。拿个小鸡儿扣一，不拿小鸡儿扣个二。你们要扣二，咱就算了。啊？他不，他们说那说你们这边小鸡儿不好吃啊？他们啊？好，你不跟我犟一下子吗？你这不按套路，你得犟。你说我们这边土鸡好吃啊？不好吃。咱俩重来。我说，哎呀，我直播间粉丝说你们这边小鸡儿不太好吃啊。不好吃。阿妹呀、啊，是不是你们这边小鸡儿不太好吃啊？好吃。好吃啊？那你好吃，你口说无凭啊，我得尝尝啊。那得我爸妈回来的。不用，我会，我这退毛啥我都会，我吃鸡儿我都扒皮儿，我直接扒皮儿不退毛。那不行。不行。不开玩笑，嫂子，小鸡儿不吃了。我还有一个事儿啊，商量一下子。小鸡儿不吃，还有一个事儿商量一下。啊？咋整笑上？还有什么？不要啥？是这么个事儿。我跟你讲，男人呢不都有点嗜好吗？就你看我手是，一包二十根那玩意儿，这么长那个，小一打冒烟那个。你看家里有没有给我整几根？我这我断粮了。你爸爸不抽烟吗？抽。那你给爸爸呢给我找两根呗。就是自己种的。就手卷唾沫粘呢、啊、大老汉呢、啊、哎呀妈，就我爷抽那玩意儿啊。我爷在直播间吗？爷在，你打个在。爷你在，你打个在。爷就是拿那个的碎沫子完卷上、嗯、完一点滴呼冒火烟那个、哎、那整不了。拿叶子卷的。那不行，那我整不了。那个，那嫂子，你看看妹妹，能不能上邻居家给我整两根去？啊？那能不能就是有超市吗？附近呢？新在那边有。新在有超市啊？那能不能给我阿妹你来一下？阿妹来一下。阿妹你来一下，没事。能不能给阿哥整点这个小快乐，就冒烟这个东西？但是阿哥提前跟你说好了，阿哥兜里没这个了。我也没有。啊？我也没有。你跟嫂子要，你给我整，让我不行，没有了，一天没整，眼睛冒星星了，嗡嗡的脑瓜子。嗯。啊？你跟他说。你跟他说。啊？阿妹呀、啊。嫂子，你看我这一口一个嫂子叫，你说我挺难的，挺不容易的。说实话，难到这儿了，生活所迫，就有这个嗜好，整两口就小快乐。完了，兜里没这个了。我刚才跟阿妹说，阿妹说她也没有，咋整？你说能不能让阿妹去小店给我赊两盒的？赊账就是记账挂账。啊。能不能给我整点啊？啊，他叫他怎么事？这是怎么的？他干啥去了？啊？嫂子人挺好是吧？嫂子人该说不说挺好。哎呀妈呀，那啥呀？那我妹带你去。那能好吗，嫂子？要不好就拉倒吧。就一盒啊！啊，行，好吗？能行吗？那家人们，咱去还是不去啊？去。
你等会儿我问一下我粉丝们家人们，咱们去还是不去？去的打去，不去的打不去，你们说去还是不去啊？啊，去啊，但是说好了啊，我可没有这个东西，是嫂子给阿妹的钱让阿妹给我买，听好了，你们别整错了，可不是我给阿妹买啊。那去啊，去走吧阿妹啊。谢谢谢嫂子，谢谢嫂子啊。说啥没听懂啊？啊，谢谢嫂子啊，你太漂亮太善良了，温柔美丽又大方。嗯呐，啊，嫂子，那我东西放这儿，我一会儿回来拿行吗？啊，可以啊，走吧。真好，嫂子真好。哎呀，你不是什么不正经的人吧？啊？我不正经。我说你不是吧？嫂子，你这样，你等会儿，我直播间有现在将近，你这样你自己看多少人，往这儿看。多少人？一万八。一万八。直播一点八万人是不是？嗯，有一点八万人同时在线观看我直播。嗯，如果我是坏人，他们能看我吗？我是确实难住了。嗯，啊，谢谢嫂子啊。帮我看着点我妹妹啊。啊，没事，她跑不了，没事。没事，一万啊。不让你看，我让一万八的人帮我看。啊，你让一万八的人帮你看着妹妹，不是我看着呀。我还能给他领跑了吗？家兄弟们，啊，走走，阿妹，阿妹，超市离这远不远？拐弯就到吗？那我问你，那你们家人都这么善良啊？都这么好啊？啊？那嫂子，哎，阿妹啊，我有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啊？你走，你走，你边走边说，没事。阿妹，那个。刚刚嫂子说一句，说你哥打工好几年没回来了。嗯，啊，阿妹呀，啊，你别说我嘴损啊，就是我想问一下，是不是 你哥又给你找个嫂子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我哥他这个人哎不会。那一会儿回来我跟你嫂子聊聊天行不行啊？行啊，阿妹，你先往前走，你别等我，你快点走，你别等我，你别回头啊，你别回头，阿妹，你别回头啊。啊，直播间现在是19000人，直播间所有好朋友听好了啊，说实话啊，太暖心了，我没见过这么善良、这么好的人，嗯，我只说一句话，你看我一会儿我怎么做人做事就完事儿了。哦，你记住一点，我不会让好人寒了心的，听明白没？我今天让直播间小20000人知道什么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！直播间所有人，你就拭目以待就完事儿了。我就告诉你们一句话，今天谁离开我直播间，绝对是错失了一场非常精彩的直播。能听懂吗？能听懂给我打个懂。前边网络呢我怕不好，咱们左上角呢没点加号的点个加号行不行？我今天我也大方一把，只要你们左上角给我点加号的，我拿出来20条纯银20克以上的手镯，因为老粉丝都知道我线下是做金银首饰的啊，给你们安排，只要你们左上角给我点完加号啊，公屏给我敲出999三个字，我看谁是我的粉丝了，我回关你，然后给你们安排上，行不行？你就看我咋做人，我咋办事就完了。今天有一个人失望的情况下，全世界人骂我，好不好？啊，哎，我太感动了，今天呢，我太感动了。那个阿妹呀，啊，那个阿哥冒昧，刚才冒昧问你说，你还就是没对呢，自己一个人啊？啊，你99年的吗？不啊，啊，那你99年的咋还没有没找呢？找啊，找不到。你长得为啥找不到啊？不好看啊。你等会儿你站下停，你说啥？找不到。你找不到，你说你长得不好看找不到啊？嗯，哎呀妈，他太谦虚了，就我长这死德行，我觉得我长得还挺帅呢。哎呀妈，你这你
那大眼睛都会说话。我问一下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阿妹漂亮的打漂亮两个字，阿妹漂亮的扣一，一般的扣二，不漂亮的扣三。我跟你说，全屏都得飘一，知道不？那太好，太美了。阿妹，那是不是你眼光高啊？啊？是真找不到。是真找不到？为啥呢？你别说你丑，我不信。那么好看。我们这边男孩子少。啥意思啊？就基本上都是女孩。你们这边基本上都是女孩啊？男的呢？打工去了？男的少。就是手速慢了，没抢着。那你们这边男孩子少，你能不能去外地？你们有没有什么习俗不能外嫁啥的呢？没有啊。可以去外地。啊。那你为啥不去呢？我都没出大山。就没离开过这个大山，一直在这边啊。啊。不认识人呐。啊。那你有没有自己想去的城市啥的？有，肯定是有啊。但哎，我有个哥们说河南的，河南能去不？中原老好了，但是那边吃馒头啊。慢慢适应。哎呀，太懂事儿，慢慢适应。河南还有这山东，山东能去吗？那不是。兄弟，我问一下咱们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你们都是哪里人？你们都是哪里的？给我打在公屏上来，我看看，咱们也认识一下子，交个朋友。我看看有我们东北老乡啥没有？是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还是内蒙的？还是河南、山东的？是云贵川的？还是这个江浙沪的？是不是还是陕甘宁的？还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湖北、山东、山西的？来，给我打在公屏上，我看看怎么回事。哎呦我的妈，这哪里都有啊！我这一看呢，那阿妹啊，我还有个事想冒昧问一下你啊，就比如说，你以后找个老乖。你是想找个比你大的还比你小的呢？那肯定找比我大的。肯定要找比你大的。你今年这24、25岁呗。啊。那一般找比你大的大多少呢？我肯定得找30以上。30以上的呗。那行啊，大个5、7、8、10来岁啥的，是不是？30以上多少以下呀？35啊。不是。啊？不是30到35吗？那是30到50。你快走吧，你快溜达，给我整一机灵啊！找个50，那不老头了吗？那50也不老吧？50他不老倒是不老，但是那比你大太多，比你大一半了。那没事啊。没事吗？啊。老头好，老头事还少，老头有低保，老头走的还早。那大的会疼人吗？会顾家对吧？哦，那好像也是那么个事儿，对不对？可以，那太好了。哎，阿妹呀，哎，我问一下子，咱们直播间人都多大？都是什么年龄段的？哎，有人说73行不？那不行啊，73是你给我往后稍一稍，你净给我扯，一会儿嘛84都来了，那都是坎儿啊，兄弟们呐，你可别闹啊，你别喊。73都快赶上我爷爷了，那都快赶上，那不行是不是？那可不是啥，那这不行啊。那阿妹呀，那也不能找50的呀。这些都随缘嘛，对吧？30到50之间。那一看你们这边是真缺货呀，真缺资源呢。我这一瞅啊，这是真好这边啊，兄弟们呐，你看看人家傣族，你瞅瞅是不是？哎呀，这是啥？得个金塔呀！啊，你看见没有，家人们？你瞅瞅，还带孔雀的，是不是？阿妹呀，能不能找一个你们这边最大的超市啊？最大的。呀，我袋儿掉了，你等会儿。我袋儿掉了，家人们。这个超市大呀。行，那就麻烦你了，阿妹啊。啊。咱不闲扯了，家人们，啊，咱办正经事儿。老板呢？你好啊，那啥，阿妹啊，我问一下你，就平时你家来客人啥的，就平时你家来客人啥的，你爸都给就是买啥烟抽啊？红梅啊，这红梅多少钱一盒啊？啊，10块。这老板，这红梅，
红梅是不是最便宜的了？对。有八块的吗？没有，最低就十块的。那不，那这十块钱抽不了啊！那那不，那不呛嗓子啊，阿妹呀、啊！那我爸他就抽了。啊？你爸岁数大了，那我不行，我年轻，我不能，我就抽那个，那太垃圾了，那十块钱抽不了。我平时我都抽这个红点儿，红色的。这个。啊。多少钱？四十五吧。四十五。阿妹，你不能给我买十块钱一盒的吧？那给你买几个？你给我，家人们。我想抽华子，我先跟你们说好了，家人们啊，是阿妹给我买，不是我给她买啊，先听好了，你们觉得是阿妹给我买十块钱一盒的，还是买四十五的？买十块的打幺零俩字，买四十五的打四五两个字。啊？你们觉得是？都说买四十五的，那买多少？一包，你这不手，你这不手里有吗？嗯，你这不拿了吗？那不能，你咋的买一条啊？一条十盒。那是一盒四十五，那是十条四百，十条老板十盒老板便宜点不？哦，四百二。四百二，便宜还优惠。没带，没有那么多钱。啊？没有那么多钱。嗯，嗯。你这，你妹过来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，你手机里一点没有吗？有一点。你手机那里能有多少啊？二百呀。那你家你嫂子给你这一百三百，还差一百二，你能不能？你像这寨子，你们都一个寨子吗？属于啊，你都认识不？啊。你能不能去寨子里跟你的认识人再借一百多块钱的，给我整一条？不要。啊？不好吗？那阿妹，你给我整五盒行吗？半条，零点五条。五盒是四百二，二百一，行不行？老板拿五盒华子，拿五盒硬的中华，嗯呐，拿五盒。那你是，那现金就不用了呗？嗯，那你那么扫码吧。谢谢阿妹啊，啊，扫上了吗？啊，多少来着？二百一，这给我放上。二百一啊？啊。二百一。停！别，别动，别动啊！怎么了？别动，返回，不要了，老板，不要了，有这个心情就好了。返回不要了，退出，不要了，不抽了，饭不吃得死，那玩意儿不抽还能死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要让你这钱，你要是花了，直播间都得骂死我，我都得活在，我得让他们口水给我淹死。二妹儿，真的给哥整瓶水喝行不？啊，整瓶小冰水，我一裤兜汗，现在。你给我整瓶小冰水，我想喝尖叫，就这个尖叫，这个。啊，我就可愿意喝尖叫了，嗯呐，整一瓶啊，这多少钱一瓶？一瓶啊，整一瓶就行，够了，一瓶就够用，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五块。你帮我打开一下，老板，拧开，完把上面撕开，啊，我就常喝，常年喝这玩意儿都，不是，这你看你都没喝，你把住了，哎，这么拧，别动，轻点的，别急冒了，哎，这么一撕，来，云南农信收款五元，五块钱。来，这回一开盖，我就一裹小快乐，哦、兄弟们，哎，对，嗯，够了吗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够意思。妹儿，拿着走，撤。谢谢老板，撤，走，别不买了，你有这个心情就行了，阿妹儿，啥也不说，你让我感动了已经，啊，你等会儿，阿妹儿，啊，啥意思，兄弟们，你们说啥意思？一个人喝的，给阿妹。等会儿阿妹，啥兄弟们，你们说啥意思？啥玩意儿一个人喝呀？那意思，我给阿妹买点吃的呀？啊？我给阿妹买点吃的，是这意思吗？买吗？还用买吗？买打个买，不买打个不买。那咋多大小气呢？去，
买吗？哎呀妈，买呀！行行行行行，阿妹呀，你等一会儿的，那个我直播间的粉丝说让我给你买点小食品，买点吃的。不用，别得买点。老板，看看这里边都有啥，买点。阿妹，你愿意吃粉条不？不吃粉条啊？阿妹，你家辣椒，他家有辣椒。兄弟们，给买点。老板呐，来点，也是火腿肠啊。这火腿肠这多少钱呢？这个，这多少钱呢？这是1块。1块钱呢？对。啊？那这咋这个还有呢？啊，这等到5钱。5毛钱呢？对。为啥这个便宜呢？这个跟那个不是一个牌子的嘛，这个便宜一点。这个便宜啊，这个是5毛，这个是1块。对。是吗？嗯。你这么的吧，你给我拿个袋儿，5毛钱的，拿2根。直接拿俩，好吃成双，拿2根。拿2根，还有啥，老板呢？这多少钱呢？这都啥玩意儿啊？1块。火锅素毛肚。毛肚。这玩意儿吃不见个1块钱呢，还呀不要。这啥呀？去骨羊蹄筋儿。啊，对，这个好吃。你这多少钱呢？这个2块。咦妈呀，2块钱呢？你净扯呢吗？这啥玩意儿啊，老板呢？这多少钱一个呀？这个5角。雪饼啊？对。这个好吃，这个拿俩，拿俩雪饼。我看看啊，等你别走啊，老板呢？这都啥玩意儿啊？这个啊，这个5毛啊，你给我拿2袋，拿2袋来。哎呀，这漏来了，你这，哎呀妈，老板，这咋？那先放这儿了啊，漏的我不要啊。5毛，还有啥玩意儿是5毛钱的？这个饼。这个啊，5毛钱呢？拿俩。这个呢？5毛钱呢，拿俩，还有啥？老板，啊？这个也是5角的。5毛的啊？对。别的，我看看。他说拿点面条啊，我有面条吗？老板呢？面条有。哪儿呢？这儿呢？老板，这面条多少钱呢？那个10块。啊？东北面条吗？东北面条，对，东北面条啊，东北面条不好吃，不好吃，这也是东北的啊，这个不是，那不都是陈克明吗？你咋骗我呢？你这不都不好吃，10块的都不好吃，你这个多少钱？这个5块，这5块钱一个，有没有2块钱的？2块的有啊，这个面条就这个2块呀，这2块的能好吃，家人们，这2块的行，拿2个吧。拿2个，你先去那儿，有客人来了，你去，我看还拿点啥，兄弟们，啊，还拿点啥，瞅一瞅，这没啥玩意儿，店儿太小了，没啥玩意儿，兄弟们，这店儿太小了，你不像我们城里那大超市，这没啥玩意儿，兄弟们，主要是，啊，够了，够了吗？啥玩意儿啊？够了吗？你这么兄弟们够了打够，不够打不够，啥意思啊？兄弟们你们，哎呀，这怎么都说我小气呢？啊？不是，兄弟们你们咋都说我小气呢？我没明白咋回事啊？大气点儿，那你们说买啥呀？你还1块的都没，我没给拿个2块钱一把的面条，拿2把。那你们说买啥呀？你们倒是说呀！我看一下，这个老板呢？看看这都多少钱？算一下子，老板。啊，我看一下，我记得钱呢。家人们，这些不够吗？2把面条，这是1把是2块，2把4块。你看这是5块钱，这加一起就6块钱了，是不是？这俩1块，这就7块钱了。这俩雪饼这就8块钱了，你这来俩火腿肠，这就9块钱了，这还不够吗？兄弟们呢，这还不够吗？不够，买贵点的。你这么的，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说，那你们这么的啊，你别说小气不小气，你这样式的，你们咱们配合起来，你们说买啥，你们想让主播买的东西，你打在公屏上。如果说有他，只要这个超市有的，你们说了有一样我不拿，我都不是个人，行不行？
行不行？买油啊，买油，买米，买八宝粥。哎呀，那你们早说呀，我这不懂事儿啊，我有点啊，我不懂行啊，有点啊。老板呢？老板呢？你这油咋卖的？要哪一种的？最贵的，你别问我哪一种的。多少钱一桶？这个。你就说多少钱一桶就完事儿了。这个80。80是不是？有多少桶？你那几桶都有？拿一桶吧。拿一桶啊。啊，好的。哎呦，要几桶都有，吓我一跳，吓人！拿几桶啊？啊？拿两桶啊？那个老板，一个手拿一桶，拿两桶，啊，拿两桶，啊，拿两桶放这儿来。你这块地别用了啊，这块地我租下来了，我要把这片地铺满了，啊，行不行？啊，你别我，你拿了我就给钱。啊，放心啊，完事那啥，拿几桶？拿十桶，他都没有那些，这哪有十桶啊？有十桶吗，老板呢？啊，有十，一箱是几桶啊？这老板真实在，整我脑瓜子嗡嗡的。拿十桶吗，家人们呢？拿的扣一，不拿的扣二。拿的扣一，不拿的扣二。拿十桶吗？啊？拿两箱，再拿两箱，老板，再拿两箱啊！真的是，真的，今天我就放把血。直播间所有大哥大姐、性格老铁、所有好朋友们，左上角给我点个小关小注，点个加号。你看老师今天老弟今天怎么办事就行了。你们不说拿十桶吗？那就拿十桶。来，还有啥打在公屏上？还有啥打在公屏上？拿吧，拿十桶。行，没有问题，必须拿，指定拿了，指定拿了，妈拿车拉，哎呀妈，哎呀妈呀，拿车拉来的，哎呀我老天爷呀，哎呀，看到了有石桶，你就搁那炸吧，拿石桶吧，来摆旁边摆板凳的，拿石桶，还有啥呀？